代寫詩係有畫圖同詩喎，而家寫好簡單，就係、是、寫字。咁想問係有同學，你哋頭先講咁多畫圖，你淨係定義錯誤咧？咁畫圖一定要輸入做唔到嘅喎。畫圖有方同學，你嘅教科書裏面全部都係用電子畫成嘅，呢啲唔係嘅。咁今日我哋考試係咪就係需要用電腦撳幾粒掣，然後生產一幅畫叫佢考試啊？咁我覺得好啱啦。其實佢一不斷指出嘅經濟圖表或者化學圖嘅，咁佢嗰啲手寫。可能要畫圖的部分咧，係啊，所以今日咪就係手寫為輔咯。你嗰啲，我方今日就係俾一個自由度，老師自己揀，以邊個為主，並係假設老師以手寫為輔。係啊，方同學今日講話好動聽啦，因為老師其實一個大職態，有方同學有冇諗過學生？學生嘅學到嘅唔係先係最重要，咁有方同學你覺得學生最重要係咩？最重要就考公開試咯。係有方同學今日教學非常之細，教到公開試又點咧？佢要上學，上大學，出到社會做嘢之後，原來就係得知識嘅話，佢係生存到同人揾到。中學應該轉型
轉型，亦係基礎之上改用電子輸入擴張邊題邊營運而生。要衡量今日嘅辯題，就要比較電子輸入同學手寫何者更符合香港中學生嘅需求，為現時嘅學習同埋未來嘅職場帶來更大優勢。我方今日認為今日嘅辯題成立，原因有二：第一，提高學習效率，增強學習效能。原來做功課都有黃金時間。西班牙心理學家蘇雷亞斯表示，每日做功課，原來做功課超過 1.5 小時，學習效率就會降低，甚至可能會變差。而電子書一比起手寫更能提升學習效率，更加國際通行。一般人寫字平均1分鐘30字，打字平均1分鐘70字，足足快足2倍多。而電子書一做得唔止快咗，仲做得好咗。正如中大課程教育教學學系教授林子忠指出，功課分為兩種目的。溫習嘅一類同思考陀展類，溫習嘅一方面，雖然部分研究表明手寫有助增強記憶，但先唔論嗰部分研究反對此點，更何況現時中學生正正被多批評為只懂得背誦，不懂得靈活變通，所以我哋應該集中分析思考陀展類科研。而澳洲坎培拉大學語言識字及英文教學高級講師安東尼奧指出，電子輸入課要強調自動性，即學生要可以唔使理，寸字筆畫腦部越能騰出空間，集中思考想要表達嘅內容，比起手寫更有利於創作表達。可見電子輸入學生讀書快咗，所以多咗解要改為主流嘅課業模式，一定有助學生提高效率以及效能。第二，裝備職場技能，迎合未來趨勢。眾所周知，電子數碼係未來世界嘅趨勢。根據《華爾街日報》，隨著社會嘅進步，熟練電子技能已經成為當代職場必備技能。例如，進階文字處理、高級架構製作以及電子郵件管理等。當世界正在一劇咁改變，面對時間嘅洪流，中學生又應該如何自處？其實教育局早已經俾咗答案。中學教育課程指引就有指出，香港中學階段希望培養出的學生，其中之一最大的特質在於能夠發展有利於未來進修以及工作的能力，提升競爭力。可惜港大教育學院袁海球副教授指出，現時中學生雖然掌握基礎的輸入能力，但是仍然未到高水平，打字速度的水準依然有待提升，甚至出現火星文的出現。因此，我哋應該更加喺日常嘅生活，尤其係中學呢個小學升大學嘅過渡段上，通過課業引導學生正視訓練輸入法嘅必要性。縱觀世界各國已經意識到呢點，新加坡、芬蘭、美國等中學教育紛紛改以電子輸入為主，手寫為輔。可見電子輸入嘅未來十數重要，理應訓練中學生適應未來趨勢。最好想問，有課程承認中學階段應該幫助中學生學習之餘，為未來打好基礎。多謝各位。手冲
要快，要識寫中文正字，識串英文字。就例如中文卷意寫得越少錯別字就可以加越多分，而英文閱讀同聆聽兩份卷，就算考生知道答案，串錯字都會成題冇分。所以具備呢一啲能力，對學生考得好公開試係好關鍵嘅。當公開試有呢一啲要求，有方今日就要同我哋論證點解中學六年學生要對住部電腦對佢哋備試反而係更加好啊。第二種情況，當個課題係需要通過手寫去鞏固學習，就例如文憑試嘅數學科，其實已經講明咗唔使考不等式嘅畫圖，但為咗令學生明白到背後原理同做選擇題做得快啲、準確啲，老師都會出不等式嘅畫圖功課俾學生。又例如生物科，雖然文憑試唔會要求考生將個細胞構造畫出嚟，但會期望學生可以從幅圖入邊去辨認到每個結構，所以老師都會出畫細胞嘅功課俾學生去理解。除了畫圖幫助理解之外，亦都有啲係要透過重複抄寫鞏固學習嘅學科，就好似文憑試、歷史科，對每個學生熟讀史實嘅要求都好高，因此老師就會出論述題功課，容許學生睇住教科書咁樣做，喺抄寫入面嘅史實例子同完整親手寫篇文嘅過程當中，可以加深到學生對歷史嘅記憶，從而熟習到國論嘅技巧。而呢一啲正正就係電子輸入做唔到嘅嘢，我方絕對否認有關同埋列舉電子輸入嘅好處啊，就好似教完一篇課文之後，老師再用 Pad 俾學生分享自己嘅讀後感，就好似一塊虛擬嘅壁報板咁樣，俾所有同學睇到其他人將貼出嚟嘅答案。學生可以互相學習，同時老師亦都可以評估到學生明明篇文講啲乜嘢。又例如數學科可以其實用 Google 表單去出選擇題，學生提供咗答案之後，個程式就可以即刻批改，老師更覺醉就可以將收集翻嚟嘅答案生成一份報告，知道每一題嘅答對率，從而知道邊啲課題係要重點温。但因為咁樣，我哋唯一一樣可以得出嘅結論就係，由於每一份課業嘅目的都好唔同，有啲係為咗備試，有啲為咗鞏固上一課學過嘅嘢，有啲係要集新課文，因應唔同目的，每份課業最適合嘅媒介都會有所唔同。所以最重要就係老師可以因應唔同需求，決定以乜嘢媒介去出功課，限制比例就只會令到老師唔可以百分百因應學習需求同學生嘅需求出功課，就只會減低教學成效。最後，我哋想問有關同學，喺電子輸入為主、手寫為輔嘅限制底下，如果有老師想俾一份手寫模試試卷做功課，但原來呢個禮拜十份功課入邊已經有七份手寫，想問有關同學到底覺得老師應該為咗滿足個比例，特登加多幾份完全無用嘅電子作業，定係索性出份模擬試卷對學生嘅發展係更加好啊？多謝各位。中學生做完進步的空間，亦跟隨我個時代趨勢喎。咁其實
講唔過去啦，因為佢哋知依家學生係需要電子書入嘅能力喎，但係佢哋自己都學到，即係佢冇為學生去著想，其實應該係喺中學時期同埋個課業嘅保持上。比較手寫同埋打字。
記憶之一並無顯著的關係和成績係無差異㗎。因此呢點本身就存疑喎。任何放電子書入一科例如我主編所講的全主動性啦，令學生更加可以集中思考嘅內容，發揮創意啦，一方面加快學習嘅效率，因利用其他時間去裝備自己，明顯一箭雙雕，因此更加應該成為主流啦。最初各位，電子書其實已經成為世界趨勢，因此各個紛紛都改變課業的模式啦。教育排名第一的芬蘭自2016年就改用電腦鍵盤帶入教學。教育部部長哈馬指出，電鍵盤的使用可以減輕學生的學習上的負擔，提高學習效率和效能。不止如此，美國的學生要加入課業，其實轉用電子書又再平常不過，甚至連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國際學生的能力考量，都是今年採用了全面電腦化的拆點，全部都是打折，強調迎合時代趨勢。講完英文，不如睇下中文啦。新加坡中學基礎華語的考試和課業今年起都用了電腦輸入啦。咁既然係咁，有同學點解仲要反趨勢而行，唔去因時制宜試用科技學習？多謝各位。第一，今日有方同學同我哋講。
你唔學習，淨係為咗應付文憑試嘅啫。但係我方唔係咁樣認為喎。學習本身就應該係為咗知識，而唔係就係學分數。好可惜，因為有方嘅重點淨係放喺分數上面。今日我方認為其實學習唔係知識分數，我哋意思係分數唔係淨係唯一一個可以達到成功嘅目的。技能，你學識咗啲咩？你技能攞唔走嘅，先至係達到成功嘅一條最大路徑。但今日有方同我全程攞你。佢話講話其實電子書有好多可以做唔到啦，呢啲基本嘅知識嘅記憶係好似比較有限嘅。我方其實今日都認同嘅，只不過有方都問我哋有三大部分可唔可以做到咧？好遺憾啦，我哋電子書又做唔到，但係手寫同樣做唔到。其實無論手寫定電子書入都係冇辦法完成呢三個部分嘅，正係因為咁樣，所以今日面試先至會問我哋點解係電子書入同埋手寫之後我哋要做一個比較。有方同學今日同我哋講話手寫。寫得多都唔代表正確，都點解電子係可以提升到佢嘅打字正確率咧？其實我哋有方從來冇講過話打字多就可以提升佢嘅寫字嘅正確率嘅。只不過我哋今日認為，而家既然社會我哋都提出咧話要用電子輸入，電子輸入嘅應用咁廣泛之下，我哋係咪應該俾學生提早去應用、提早去適應咧？嚟到二判不如回歸下辯題嘅字眼，逐一拆解係有方話反對咩論？第一，有方有學認為今日香港冇必要去推行電子輸入嘅。有方同學覺得啱啊，的而且確中學生係有唔錯嘅輸入能力，但係啲足夠咩？若誒機能誒能力唔錯，就真係冇必要咩？多人可以翻大學表面長期記憶，都會因為長時間冇用而唔記得㗎。喺中學嘅過程，用電子輸入作為主要嘅形式咧，就可以令本身唔識打字嘅同學學識打字啦。有能力同學可以更加修飾自己嘅能力。令嘅打字更加精益求精，到佢出嚟社會啦，咪可以應用翻電子書入，更加符合到社會嘅需要咯。第二，有方同學話手寫更加有記憶，其實我哋今日係部分傳，呢已經係部分傳言嘅。退一萬步嚟講啦，就算有方同學講啲嗰啲，我哋就講背誦啦。但而家中學生最主要嘅真係背誦咩？其實我哋好多科都要求我哋有創作能力，甚至我哋文科力，但有方同學之後嚟講嘅就中文科、歷史科，好多時都唔係死記硬背，唔係背年份就得嘅喎。我哋都在座各位最後問，我哋最後回最後最核心嘅字眼，中學點解中學階段啦？跟住一齊行人生段路就知點解啦。升到中學，教育局指引就話原來小學畢業咧，小學生要識得2600個字，而對比日常用字2500隻字咧，就已經有比較好清晰嘅內容。就即係話，其實小學畢業，小學生就已經有能力去足夠嘅認字啦。到中學咪可以去入學習輸入能力咯。所以今日我完全唔明白，點解有班同學我哋唔去繼續進步，唔去過咯喎？先有班同學啊，解釋一下。
之我哋見到啲手寫叫手寫功課，例如係律師要練習點樣喺一個鐘內寫完兩篇論述題嘅呢啲題目嘅時候，我哋練習手速練習點樣對付考試嘅時候，呢啲係咪電子好過手寫咧？啲人我都要論證。如果電子冇好過手寫嘅時候，咁到底我哋將佢全部刪轉咗電子，除咗將手寫轉做入電腦打之外，仲有啲咩實質變化？Thank you.
辯論係咪學習嘅一個例子？辯論係學習。有冇同學辯論係咪學習？Gracias.
力有方同學在座咗各位，因為其實有方同學一直是將電子課業為主嘅副課業式視為洪水猛獸。點解？原因有啲，第一佢會所謂會影響老師選擇嘅彈性，佢認為咁樣框住咗老師去選擇讓學生嚟做咩功課，係按實咗比例，所以呢個係缺失咗一個自由嘅彈性嘅。第二，佢唔利於文憑試，因為喺文憑試入面所謂嘅畫圖或者所謂嘅配重，其實手寫好似更有用。大各位，文憑試考係咪就代表我哋唔需要咧？我哋話基本嘅查食嘢走路已經係人類社會最基本嘅需要。雖然呢個例子可能有啲極端啦，但係喺我方頭先講咗咁多次啦，喺未來喺呢個資訊科技嘅時代，打字或者利用一啲電子去製作唔同嘅嗰啲研究報告、簡報等等，其實係每個未來嘅年輕人需要具備嘅能力。咁點解我哋今日咁我哋通過以電子課業為主嘅形式，有方同學唔同意咧？所以我諗有方同學可能搞錯咗兩樣嘢。第一係主次嘅定義。因為有方同學一直同我哋話主同埋次，咩叫主同埋次啊？因為有方同學其實一直喺度試圖以偏概全，佢成日同你哋講一啲全部都之類嘅字眼，意思簡單嚟講就係話我哋唔重視手寫，我哋就係想將電子替代曬所有嘅功課，咁樣學生就唔識畫圖，唔識背誦，咁係咪係真嘅咧？但事實上，我方頭先已經提出啦，我方係認同手寫功課係有佢存在嘅必要嘅，所以今日嘅辯題先係主同埋次。唔係完全取例，而所謂嘅彈性就好似我方義父頭先咁講啦，六成對四成、七成對三成，難道唔係一種彈性咩？好，第二就係有方同學對中學目的嘅一個定義嘅錯誤啦。因為有方同學其實嚟嚟去去就同你話文憑試，所謂嘅而佢哋所謂嘅嗰啲選擇嘅彈性，其實喺文憑試目的下，其實都已經消失曬，只不過最終嘅目的都係讓學生面對文憑試啫。但係咪真係咁咧？其實中學是一個過渡的階段，它不單止可以讓你尋求知識去激發你的思考，而且它也是幫助你 幫助你去適應社會、步入社會的一個階段。試想想，當你從中學直接升上大學，你原來是打字不識的，但是大學功課基本上都需要你通過電子的圖表、電子的計算、簡報的製作，這個時候你又不識了，你又怎樣去適應呢？更何況以後的職場生活、以後可能文員的工作，其實都需要電子輸入的技能。那在這個情況下，如果學生不懂得或者熟練電子輸入的技能，他們又怎樣去面對未來呢？而我方提倡以電子輸入為主，以手寫為輔，就是想通過讓學生以電子輸入課業的形式，讓他們去適應，讓他們去練習電子輸入的技能，這樣他們才可以適應未來，去獲得這個打字的技能。各位，我們今天不斷強調過渡這個階段，希望通過中學課業轉型，去未來形成一次新一次的文化變革。事實上，人類社會每一次的躍進、昇華呢，都好像有方同學的一致誤解啦，或者恐懼和擔憂的。有方同學短視得來，他們就是看文憑試，但他們忽視了未來實際的需要。如果我們在今天不去讓學生去接觸多些電子輸入的機會，那在未來面對這個時代的浪潮的時候，他們又怎樣去面對呢？即使他們通過了文憑試以前的考驗，但是在未來的工作、在未來的大學這些考驗的情況下，他們又怎樣去面對呢？他們又怎樣去面對他們未來的那個職場生活？在面對時代巨浪的時候，我們是會選擇幫他們用他們去充足多些這個電子輸入的形式，定任由巨浪吞噬他們呢？多謝各位。好，謝謝方同學。
更好嘅地方，或者做得唔好嘅地方，咁等你改善，咁讚嘅説話就即係出發啦，或者係有機會先至講啦。咁所以即係如果太 match 嘅話咧，咁就你自己對於佢有啲啱打，或者係即係年紀比較細嘅同學咧，咁就即係落嚟同佢先。好啦，政因為兩邊咧攬住嘅咧，我都覺得咧係比較有啲好緊地去拿出一塊龍頭，係一個海上面偏大嘅龍頭，攬住一塊龍頭。但係我後面兩邊龍頭咧都係比較細啦，甚至係會容易殘嘅性格，一隻龍頭。因為我講一講正方先，正方今日咧嘅論點咧就係話，我打字係快過手寫。所以咧，我用打字、用電子輸入去做功課咧，可以用多啲時間去做一啲其他需要打字或者寫字或者手寫去學嘅一啲技能，例如分析，例如思考、創意。咁但係咧，其實我冇乜理解，而家我聽落咧，其實你哋只係 proof 到嗰部就係只係留多咗先，即係用少咗時間去。做打字就係一個就係30個字一分鐘，一個就70個字一分鐘。但係咧，有留多咗時間，會唔會代表佢真係走去思考，或真係走去學習咧？其實咧，我理解咧，正方係好似冇乜用到成年人做到。係啊，咁咁嘅呢個係嚟自 Harvard Con 啦，咁所以就即係你要 proof 啦。即係反而你話，你純粹就純粹 proof 我學習效率高咗啦，你要嚟 proof。起碼你有數據咁樣翻去先啦。但係跟住你又你成日貪心，你走去做更多，即係唔同嘅更多時間 crappy 嘅，所以你會錯嘅。你更多時間打機嘅，但更多時間去玩嘅校友仔溝女嘅，咁亦係唔係唔同嘅，即係攞多時間之後做啲乜嘢，你都冇係你壓安咗落去，你冇去 push 落去。咁所以呢個咧係一個第一粒，我覺得第一個原因，我覺得你成球你個球係比較圓殘或者係好虛嘅地方，更加虛嘅。我不知道，但是即係你哋知道都係咁嘅，即係入之前，我唔知道個起點喺邊啦。咁啊唔好講其他，我啲我係一個比較 senior 嘅人，即係我做嘢做得比較慢。咁所以咧，你其實面對住一班我起碼我肯定我自己做嘅時候，仲係手寫為非常之主，電子輸入為好富嘅一個年代嘅中學生啦。咁你同我講話，如果電子輸入唔係為主嘅中學生 train 出嚟嘅人，即係應付唔到而家嘅職場啦。咁即係同我講，我係廢腦嚟嘅喎，我係廢中嚟嘅喎，你接受唔到嘅。咁我就喺度理解緊你所講嘅電子輸入嘅一啲嘢，對於個職場嘅一啲要求嘅疑問。咁我抄唔到嘅，因為主持人講太大，我聽到電郵咁你係咁嘅聽過。咁我想問，喂，而家我識用，我識用乜咧？雖然我係中學嘅時候手寫為主，咁但係除咗電郵打字，即係打字之外嘅有咩其他嘢係？如果我唔識打字嘅，打字好慢嘅時候，係會令到我揾唔到工，或者喺職場度又會俾人炒咧？呢個係我的誤會，而你哋喺度攬住你哋鬧到要話你嚟 DSE 嚟啊，目光短淺。所以我哋更加大啦，你哋更細嘅時候，即係你哋有啲就算入到大學都好，都要揾工，都要出嚟做嘢，都要出嚟應付得到嘅時候。但係你哋要 prove 嘅係，如果我第一喺中學階段，因為反方有講佢話電子輸入嘛，但係佢意思就係話佢答你台幣嗰個觀點係需要得到聲聲，但係我即係佢回答嗰次就係話，哦，如果你咁簡單，只係要電子輸入嘅話，咁咪課外活動咯，或者佢。即係一個學科都得，咪得咯？你嘅要求咁簡單，你要打出嚟啫嘛。咁如果你攬住呢樣嘢講到好似自己唔識打字，或者要一定要電子輸入為主，先至可以打字打到揾到工嘅話咧，咁第一就你係要負夠幾？即係我都嘗試一路理解緊，你講緊其他嘢咧，因為我只係可以 reference 我自己嘅經歷，咁我都唔會 regard 自己係失職。失敗或者事故失敗嘅人啦，咁我亦都諗下自己嘅，之後做每日翻去都係打 email， 都係砌花框，都係上 web， 咁我打字都唔係咁慢啫。啊，from day one嘅時候，咁我就諗，其實你講乜咧？你
你嗰度唔識電子輸入為主嘅話咧，就會一直揾唔到。咁你喺度做啲乜咧？我覺得嗰個 proof 咧係好薄弱嘅，即係你攬住成日咧係好，即係你嘅主視面啊咧兩邊都唔高分嘅，聽落又好，即係我覺得我唔明你收錯嘅，叫你繼續嚟講。反方嘅，反方嘅就 DSE 啊，你哋講話唔好 DSE 全部科目。卷一卷又啱啱考啲考到之後咧就基本上手寫你 teach 完你 geography 一個綜合寫兩篇 essays 你差唔多夠快咁先考，跟住就下一步就係話喂，我哋用 DSE 為主先至係 ，sorry， 我哋以 DSE 為主要先至係學生為重啦，你冇講咁多嘢啦 ，DSE 考到答唔到啦，講咩啊？即係我難聽啲講你哋嘅嘢，啊嗰 part 冇問題嘅，我覺得。我覺得嗰 part， 我覺得 DSE 呢一 part 係重要，係一個中學課程對嘅時候，雖然佢哋會用大原則鬧你，但係我唔覺得你哋輸好多。你哋危險度咧在於乜嘢咧？嗱，今日正方唔係好多，但係我其實係即係邊個位置就係你哋講咗大半場，反方正方先至開始想嘗試用嗰啲。大原則啊，講法成分數嗰啲嘢去，即係挑戰你哋。但係我想講嘅係，如果正方嗱今日正方唔係咁，但係如果正方嗰個立場係 DSE 嗰個咧，咁你點算啊？佢冇話嗱，呢個唔講。咁你正方唔係喎，條面題目講話 DSE 俾你改喎，你中學課業啫喎。所以中學雖然其他嘢唔變嘅情況之下，我哋中學課業咧。要多你適應翻個 DSE 嘅咩？我唔知道我聽唔聽得明。咁但係用 DSE 嚟嘅做一個，你基本上如果我冇理解錯，都基本上係你成個論述嘅八九成嘅一樣嘢嘅時候咧，我又會覺得係唔係？如果對方講，即係啱啱就係話。其實，因為對方彈出嚟講，佢俾人哋上個課室之前，你都要免表，你一定知道正方係一個好大嘅道理去 support 支持電子輸入為主，就係負責翻佢正方咁樣啦，係咪先？咁因為呢樣係大到 DSE 個課程都應該改埋佢背後成個中學課程嘅改革。如果佢咁樣講嘅話，咁翻方都冇點樣回應。我諗可能會後悔，我諗佢唔會出聲嘅。咁但係我想講呢個危險嗰位咧，就係、是、在於。這一部分，而你們其他你又沒有其他方法，即是說其實手寫為主，在某些情況之下手寫為主其實都是有助學生的記憶去認識中文字的研究，令到他們不識錯字，其實你們有其他原因，當然正方有解方，正方有些 group 即我們所有這裡所有班房人都知道，即上官讀的時候就基本上兩邊，即究竟手寫和電子對於記憶有關係，其實就正反方嘅，即係 attention 要有啦，所以可能影響評嗰個位啦，我知道少少係。咁你講咗佢學咗啊嘛，佢第一個小目標咁我再講佢。咁啊，所以就我對反方個 comment 係雖然今日情況係咁差嘅，我哋一樣嘅，但係我覺得你好著重去 DSE 咧嘅，同埋有啲我唔明，即係譬如話你成講啊。你要畫個十字個分法，畫成做乜咁樣？即係畫畫個十字，你要練嘅。即係你好似嗰度個十字好難畫咁樣，但係要十字畫到好靚先至攞到分。我唔知我即係畫乜嘢，我十字畫出嚟我先畫出嚟。但係我唔知你想畫乜，即係有啲例子運用嗰度咧，我又係呢啲位我哋又去扣畫分。即係有啲靚嘅，譬如話哦 ，Michael 咧要畫 Invest Michael 咁啊，咩 ISLM 嘅 model 嗰啲全部都要畫好嘅，或者咁屋企嗰啲畫，即係嗰啲有啲係。但有些例子是我們要執的才沒有執。最後就是再說就是你聽不聽對方說的話，這個都比有少許正方說的，我反方都挺清楚的，是他一開始就是他是打手寫為主指揮官，他是打因老師，你應該將他主動權給那個學校，甚至是老師，甚至是每個老師教的時候，他個想下個禮拜覺得那個班的學習進度應該出色了，應該給那個主動權，其實他都挺清楚。但是你去到二副老的重點是很聽不明白你說的，即是你做
話係冇必要電子輸入。咁去到嗰個位，我覺得有先分單獨去做嘅。但去到見面咧，你其實咧嗰、那個係好少少啦，就係、是、對方係扮打靈活嘅啫。其實佢哋想打，全部係手寫為主嘅，即係你見面係有呢個意思啊嘛。個全篇嘢咧都係講係全部啊刀啊咁。Well， 咁得好少少嘅，但係你唔可以自己一個評判個感覺就係你聽唔明對方講乜嘢。對我即係 reasonable man， 我覺得對其實一開始冇錯，即係你記住評判咧，嗰人睇到條命係兩個禮拜嘅，即係連超聯嗰個賽制就係評判都係對條命好有信任。咁所以呢啲咁少嘅嘢，即係究竟反方係打手寫為主、電子為主啊，定係打無果比較啊，定係打因情況而啦？呢啲都揾多十揾多十萬次啦，都係有有問題嘅喎。咁所以反方都好負責，一開始亦都交代得好清楚。咁嘅話咧，如果正方聽唔明，或者好似俾個感覺你係聽唔明嘅話咧，嗰、那個位咧限時嘅係要扣分，係啦，係啦，同埋有啲位置就係、是、即係正方知，雖然佢將自己嘅價提到好高，但係我一開始我詫異嘅就係原來你有一日主辯俾個第三個就係打字，你冇想到講中文打字，即係連英文打字都唔緊。一嚟個倉頡促實咁樣嗰把聲，我唔知道我冇聽錯。一嚟講翻啲倉頡促實，我話你哋中文打字係掛啫，即係我第一嚟啦，我第一份工就咁細格高，英文打字講，跟住原來咧字邊嘅時候，你喺第一個同佢講完，你話佢都唔緊要。即係我知你，我知你想 pick up 翻你負面冇提到嗰樣嘢，但係你哋咁啊主持人啦，係啊，我哋即係話佢都唔緊要，其實咁樣。我心諗，哇，都幾打得咁窄，即係我都幾拗頭喎，即係。即係用電子，即係你哋手寫只係可以寫中文字，咁我覺得會唔會太過窄咧？而你又呢樣嘢好似只係喺 3D 或者成字，即係再攞翻出嚟講嘅時候，咁當人哋講啲咁 grand 嘅嘢，即係成下寫到啊，或者有 con 啊，有作假嘅時候，雖然我作假嗰樣嘢啦，但係即係我又覺得你哋翻嘅時候係可以即係喺我嘅。理解先可以聰明得多少少咧？呢、這個就係我對正方嘅一啲即係嘅咁啊我低落個正方好嘅啫，所以就多個包，多謝。
事發表嘅理由，就算你冇論到，你都冇提出。咁淨係打咗一個走遮面嚟打咗個定義，一個反方可以打嘅定義就係、我唔中意你為主為副為員啊。咁我覺得，如果要打呢個 tricky 嘅定義咧，你個 ensure 你裏邊啲內容都可以 support 到你呢個 tricky 嘅定義，係話唔得，但係都不能夠一句到尾，需要高啲嘅技巧嘅。咁至於正方嘅啊，仲有另一樣嘢咧，就係、你哋後屘講到咧嗰、個為主為副嘅呢度就牽涉。定義的問題，你們說到為主為副的部分是說以一個禮拜的期間來做思考，第一個同學這樣提出我覺得有點困難，我期望你們接著會有提出這些想法，到了第二個同學甚至結辯都是這樣說，我就在疑問，我們現在初學會的為主為副就是以一個禮拜的去思考，他們都說一天，那我可不可以是整個學科整體的呢？我整體的學科的設計裏面，除了那些必須手寫以外，什麼叫必須手寫？喂，難道你視藝一定要人電子書有咩？除非他的課程是即數字的，又或者你數學的那都不一定是即電子書有，但是數學又一定可以電子書有，如果你份卷本身是 multiple choice 比較有限的基本，那電子書和手寫都很大分別，即是變成我會比較不能夠理解但為主為副的 definition 有咁嘅必要局限喺一個以一個星期為比例作為一個切入點。啊，如果嗰個星期其他科嘅老師已經俾咗九份嘢係呢個嘅電子書入面嘅手寫，咁跟住你外國啲老師點樣冚啊咁樣？我唔理解呢個邏輯，你都冇好好講清楚嗰個邏輯。咁所以無論從個主線、從個推進，以至於嗰個定義咧，我都覺得。論據咧，好明顯係輸嘅。我諗你哋會理解啊。佢哋啲論據有冇用一件事，起碼有你哋幾乎冇論據。咁我會覺得好可惜咯，呢一樣。即係你可以想象喺內容同埋推進嘅分裏面，就失咗好多嘅嘢。好啦，調翻轉頭啦，即係我張片啦，純粹講。喺正方嘅同學好似好開心嘅，跟住問你，應該心裏有少少事情。不過都唔係嘅，其實你陣間會話你知點解。你哋嗰條拉係一條穩陣嘅拉，或者正常嘅拉，冇乜驚喜嘅，咁又冇乜挫敗咁啦。咁但係咧有幾個重要嘅問題就係、如果你要講推進，頭先老師都講咗一個重點啦，我就以你呢、這個先講定義先啦。定義咧，我理解唔到電子書係點解打字其實，尤其是呢一個咁局限狹隘嘅定義，去到中長，尤其是自由辯論咧。非常明顯地突出了你們的缺點。電子輸入如果純粹是講緊打字的，調翻轉頭係咪衝擊翻你第二個論點咧？職場淨係需要打字啫咩？你哋唔係講緊未來競爭力嘅咩？未來競爭力嘅電子輸入方式、數碼能力、資訊方面，需要得打字啫咩？你哋喺主辯嘅時候明明有提到佢哋要用匯報啊，要用其他嘢啊。咁但係呢一個咧，除咗主辯之外，冇人再 follow。於是咧，全場嗰個電子書入咧就係限於用手寫，人哋唔提出嘅時候咧，都 sense 到有問題㗎啦。到佢自由辯論提出嘅時候咧，呢、這個缺點就好放大咁樣擺咗出嚟，就係你哋對於條題目乜嘢位置電子書入嘅理解咧，係有啲狹隘，甚至有啲濫覆，亦都對於你條拉係不利。調翻轉頭，聰明嘅設計理應係將電子書入到好大㗎嘛，因為你條題目係講咧佢要做主角啊嘛，佢要做主角梗係。哇！嗰個應用有咁廣泛，有咁重要，有咁基礎，就對你哋最有利啦。咁所以如果當你係行 career 嘅時候，你應該翻轉頭睇，究竟喺我哋日常嘅職場裏面，頭先阿 Sir 有講過啦，阿 Sir 明白你哋有好緊要、重要嘅，就係你點樣 elaborate 個喺個職場裏面，究竟乜嘢情況下你係需要用上呢個電子輸入嘅軟件？舉個例，你甚至冇提到人哋應徵者嘅要求係有啲乜嘢電子輸入基本嘅基礎啊？你打字唔得口。個數字嘅，你唔識 Excel 嘅，你唔識 PowerPoint 嘅，唔識咩軟件嘅，你唔使旨意見面嘅，唔使有 interview 添，嗰個係入職嘅基本要求。你都冇提到喺職場嘅過程裏面係唔會手寫噶嘛？而家其實唔用 fax 噶啦，啲係咪？即係理論上職場係唔存在一個手寫嘅工作環境噶。最主要嘅原因就係你要學識喺個電子分享平台裏面，喺個作業系統裏面同唔同嘅人用數碼嘅形式去溝通啊嘛。咁當然
好個湯咧就另計啦，因為其實中學階段同你就職應該係隔段時間。咁但係我覺得你如果要提出呢一個湯，呢一方面嘅推論係未做得好啦。咁另外就係、是、例如你哋講應試咁樣，或者咧可以好慳到啲時間啊，都係冇決心講好。咩決心咧？就係、是、我起勢咁覺得呢個湯我要贏嘅。我用兩個論據 focus 落去，三個例子講落去。我第一個同學講完，我第二個同學要追，我第三個同學之後辯論要 KO 你，我要收攞。第四個結論話俾你知，呢一 part 我贏咗啦。咁樣為之一條線啊嘛，即係層層串住，你先成一個動力啦。咁樣就話為之你有決心贏到嘅。如果每個同學只係 pick 咗一個 point， 跟住用咗一啲論據或者係聽大過一啲例子講完就收啦。冇人再 follow 嘅，或者冇諗住將佢放喺一個注眼嘅位置，大大聲咁樣講出嚟，而係攝咗嚟喺你啲腦嘅中間考驗嗰個評判夠唔夠清醒，激嬲自己腦腦嘅話咧，咁叫做冇決心講嗰個話。當你冇決心講嗰個話，你個 point 就唔會係贏。當你個個 point 都冇決心，即係你條拉唔會贏，咁啊得兩分，係咪啊？咁呢個我覺得要留意住啦。論據嚟講係比對方係多好多嘅，呢、這個要稱讚你嘅。應用上都可以嘅，係咪唔精彩又未至於？舉個例，如果要用得再好啲，你嘅論據應該可以更好咁應用喺公辯同埋自由辯。公辯同埋自由辯係一個好嘅時間咧，俾你攞論據嚟到去盤問對方，要求對方交出一啲情況同埋突出佢哋嘅冇準備嘅。咁但係既然你手上有咁多論據，又好好用，一樣有啲浪費。好啦，咁呢個就係內容方面啦。咁至於喺表達嗰方面咧，我覺得雙方今日嗰個語言嘅表達，用字啊、流暢度啊，以至於整體嘅條理咧，都係不相伯仲，平麻麻地。最主要咧就係啦，正方同學太急啦。雖然咧係有比我上次見你哋有改善嘅，尤其是正方嘅一副同學，上次我聽都聽唔切，今次我聽得切啦。OK， 咁但係咧，我仍然係覺得。你哋太急，俾人哋個感覺咧，對自己嘅信心唔足夠嘅，即係我哋輸人唔輸陣啊嘛。話知你講嘅嘢，你擺唔擺住就我企出嚟就氣定神閒，呢個係第一樣嘢要學翻好嘅。當你急，你就會諗唔到字眼嘅。調翻轉頭咧，今日反方同我有少少 surprise 你，你嘅用詞都係唔精彩嘅。咁尤其是喺你哋嘅注意線咁單一嘅情況下，應該更加需要用多啲唔同嘅詞匯，係咪啊？唔同形式嘅修辭手法、正反答論嘅方式，將個一丁點方放大咁啊嘛。咁但係今日你哋有冇咁樣做到流暢度高一高咧？最驚喜係結語嘅同學啫，即係佢哋真係好驚喜啦，又好亦都好流暢，個語亦都好清晰。啊，係咪似結語就一定是要似多啲？不過即係起碼整體嚟講咧，佢係流暢嘅。咁呢個就所以都係不相伯仲嘅，我覺得。即係整體嚟講，可能考慮嘅。第三個部分咧，就係、是、中場打後嘅形勢咧，好明顯係佢哋更加好嘅，自由辯論贏曬嘅。最主要係因為你哋自己暴露太多自己嘅缺點啦，甚至乎有啲時候咧有啲不明所以嘅，例如你哋突然之間無論公辯定就辯都講一講，問問人哋為咗手寫即係電子輸入個電子筆嗰種形式算唔算電子輸入咧？即係咩意思啊？咁我又好明白你問呢樣嘢，你做乜嘢？你係想用佢定唔用佢咧？咁再加上咧，嗰種聽唔到人哋立場嘅缺點喺自由辯論裏面暴露曬出嚟，咁所以自由辯論就拉開咗啦。正方同我見面差嘅，可能爭少少經驗，講嘢比較粗，所以咧冇辦法。有啲時候咧，即係你好心急想講，就反而講到最好嘅嘢，但係 OK 嘅其實，因為對方嘅見面更加好。咁所以咧喺我將分節裏面中場打後咧就舒適咗。好啦，最後講一樣嘢啫，作為一個已經有啲年紀嘅。我舉例你哋做功課嘅呢個中學階段成績有啲差，所以咧我會有一個諗法嘅，就係上同學仔你哋應該要照顧下。最簡單，我到而家聽完啦，我都其實唔知究竟你哋中學有幾多科做咩功課，功課問咩題目，題目係用咩嘢答嘅。咁我相信咧最年輕嗰一條會唔會好熟悉佢能夠理解，但係咧，我覺得我就真係唔知。咁究竟你話你econ 唔得，我就僅有個econ 嘅知識啦。但係調翻轉頭，我又冇讀 A math 嘅 P chem 擺到冇讀，我讀數學科咯。咁 P chem 擺究竟可唔可以全部？
係做功課定係考文憑試都好，你嘅字速夠快咧，係一定有優勢嘅。係啦，咁呢個係我覺得合理。但係你哋去講效率嗰件事，你哋嘅包裝方法係用思考，就係因為哦，咁你功課就有幾個目的啦。咁所以我哋就會將啲時間就可攞去思考。咁問題係啦，喺我嘅角度嚟講，如果你講學習效率呢件事，你首先你將你功課跟住題目不斷地去思考，呢件事係咪可以提升你學習效率先？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我最近啱啱喺中學畢，即係我都唔係，即係我今年大學一年班，咁我離中學嘅距離唔係好遠啦。咁究竟你嘅思考對於你嘅學習效率嘅提升喺邊度咧？你哋要解釋。然而你哋係比較少啦，咁所以我覺得單純地，你哋會唔會如果你哋想高大啲學習效率嘅，會唔會真係淨係講因為我打字可以打快啲，所以我多啲時間可以做其他嘢？首先我喺做功課嘅速度上快咗，咁令到啲人咧可能唔使花好多時間喺度，即係例如你中試咁，你唔使花好多時間去抄，即係中試做題目，大家都知係攞本中試書出嚟照抄嘅啫，咁我就唔使抄，可以省卻咗呢啲時間，咁我多咗嘅時間出嚟，係唔單止提升咗學習。更加可以幫我鞏固或者做其他有利我嘅事情，咁呢個係你哋可以講啦。第二個，你哋講未來趨勢，因為我自己間學校打正科，你都諗呢個啦。但係我覺得你 skip 咗一個最重要，同你職業路向中間有一 part 留嘅，就係、是、大學咯。因為大學嘅大部分功課其實某程度上都係電子輸入，甚至乎我哋考試都係電子輸入。咁假設嗱，我唔識打中文嘅。我真係唔識打中文，其實我係咁，我係冇辦法去即係應考一啲係用中文一啲打 online exam 嘅啲 course 嘅，係咪？咁即係當然可以轉翻手寫啦，但我冇辦法咁做。咁甚至乎咁，如果你有大學呢一 part， 又你再推去到職場，講到未來，其實講真，香港人去翻工其實都唔會有人真係將自己喺度同你寫份即係寫份合約，又真係將自己喺度同你逐隻寫噶嘛，唔係嘅話打字機都唔會出現啦，係咪先？咁所以你哋中間漏咗一步好重要，我覺得又未必好重要，但係你哋可以講嘅事情咯，係啦。咁始終學啱啱平話咧，就係你中學同埋你職業其實中間嘅時間有啲長，咁而你最好就係咁係一個銜接嘅過程咯，就係你中學學識咗啲基本嘅知識，或者你年然後大學就係俾你去熟習，如果我份份嘢都咁樣做，然後職場就你自己去 apply 㗎啦，你唔會有時間去俾你喺度磨㗎嘛，即係唔會有時間俾你學㗎嘛。咁呢個步驟就唔會做得咁急咯。係啦，咁針對住反方咧，你哋其實嘅主線咧，學評判話齋咧非常之窄嘅。其實你得一個問題嘅啫，就係我要考好個文憑試，所以咧我就一定要手寫啦。因為咧，你經濟地理 econ 咁，你畫唔到啲圖。如果甚至乎咧，你要鞏固學習，咁所以我就一定要用一定要手寫。首先先講文憑試啦，我覺得好奇怪嘅，因為咧我自己咧，你哋講嗰啲經濟科啊、歷史科呢個全部都有考嘅，係啦，甚至乎卷一卷二，我當年仲要考埋中文添。咁如果你哋首先啦，正科如果嘅難場係可以，我個人認為係可以聽。如果直頭將文憑試都改做電子輸入去考，我覺得正科可以聽到個難場啲。個原因係咧，呢件事係的確喺現時香港係發生緊嘅，係啦。因為針對住呢啲係考嘅知識啦，因為針對住某一啲嘅盲人或者視障人士咧，佢冇辦法手寫，咁所以佢 even 係經濟科、數學科所有科目都係用電子輸入。呢個係香港依家已經做緊嘅東西。咁如果正方呢個難題係啊，咁 DSE 都唔係講難電子輸入咯，反正其實大部分都問手寫㗎啦。咁你哋嘅處理手法或者你哋成個科啊，其實喺眼中就基本上係消失咗。而你哋講嘅論據，你哋講咗好多唔同科目嘅例子，例如地理科，係啊，地理科我以前考嘅時候，都係要攞張地圖出嚟標示唔同嘅。但係我想講。其實標示佢畫個神字呢件事係咪電子輸入做唔到先？因為考評局佢改卷，佢打個停字，其實佢都係喺個電腦度將個攞個滑鼠撳個停，然後拉上去，令到佢唔知道就評分㗎啦。咁所以我會想知道，咁呢個地圖我呢個神字係咪一
少都係電子輸入㗎啦。咁點解呢啲事情突然間套用喺個學生度就做唔到電子輸入咧？呢個係我會有個疑問咯。係啊，咁所以甚至乎你哋，除非你哋係講錯別，即係錯別字嗰啲，甚至乎你講錯別字嗰啲，其實你即係喺我眼中啦，錯別字就即係中文嘅錯別字就即係大家要話考慮小心啲啦，因為係啊，咁但係呢啲嘅角度喺我嚟講就係其實電子輸入或者你嘅手寫輸入啦，或者你即係手寫啦，其實唔係真係好同文憑試係一定要掛，或者文憑試一定要用手寫咯。而如果佢唔手寫嘅話，就過問都考唔到試。我覺得事實上唔係咯，甚至乎外國有啲考試其實係個 centre 用電腦打嘅咁樣咯。咁所以呢個係一個位啦。第二咧，你哋講鞏固學習，你哋講到咩啲 bio 啊 history 要去畫細胞去論述，其實咧我係其實反方都係有啲料啦，係講手寫咧喺記憶上咧係會比電子輸入更加好。如果你哋係要鞏固學習或者係鞏述。鞏固你嘅知識咧，你應該揾呢啲料，而唔係單純地去同我哋講話，即係單純地吹水咯。因為一樣嘅，你上實際上書本甚至乎你寫嘅筆記，或甚至乎你補習上攞嘅筆記，佢哋全部都係電子輸入㗎啦。咁你係咪或者你自己打完筆記出嚟，你係咪就會完全記得？咁又唔係。所以你哋係應該喺料上面更加應該去，如果鞏固學習，你應該打呢啲咩嘢咩研究話。如果我手寫寫十個字，我就會記得幾個字。但如果電子輸入，我就全部都唔記得嘅。咁所以喺考評局，或者文憑試啲咁注重背誦嘅科目咧，呢啲如果我用手寫輸入啊，我去做功課啦，我去寫筆記啦，就更加好可以幫我去熟習成個形式，或者去熟習啲內容，咁樣就更加好。係啦，咁所以你最後咧，你嘅結論就係話，所以我哋今日就點樣限制個比例？嗱，我覺得呢個咧係奇，即係唔係一條正常。打得冇問題嘅，但係咧，我聽完咧，因為你哋講咗咁多電子輸入唔好，或者係針對住文憑試咧，電子輸入簡直係垃圾嚟嘅喺你哋眼中。你哋嗰個咁幽默不值咧，你哋最後出到嚟嘅結果係，我哋點樣限制老師入嚟啦？咁我就會想知道你哋後場點解我答多個問題啫？就係咁，究竟乜嘢功課應該用電子輸入？因為正方簡單就係話，唔緊要，其實手寫咧。重要的我哋直係用電子輸入都冇問題嘅。咁喺你哋眼中，唔好限制個比例，但係乜嘢功課都用電子輸入，乜嘢功課都用手寫。呢個係你哋都未有交代過嘅位咯。咁所以我就好奇怪啊。咁如果你嗰度比例，咁如果導師都覺得七成係電子輸入嘅，或者唔知啦，可能七八成，咁其實裏面係正方都兩成我咁樣，我覺得呢個係你哋要交代就係咁，究竟？你哋理想中嘅比例係乜嘢咯？咁而去到好認同嘅係咧，考到後場咧，反方係更加有優勢，因為正方你哋變咗一個立場嘅跳跳虎。例如咧，你哋正一係會出到嚟話，手寫同打字咧個記憶力咧其實係冇乜分，即係個記憶究竟邊個係繼續記到多啲知識咧都冇乜分，就係存疑嘅。但係你哋義父甚至乎係自由辯都出嚟，我都承認嘅手寫咧對記憶的確有啲幫助嘅。咁我就好好奇，咁究竟喺你哋眼中手寫係有冇用咧？我覺得你哋對於自己立場上對於手寫有用定冇用呢件事係需要有一個既定嘅立場嘅，而唔好俾人哋嚇兩句你就突然間改咗，唔係聽落去咧就好奇怪，係啦。而去到係啦，咁而去到，同埋咧，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反方你要，我覺得反方咧去到自由辯論咧，其實你會開始攞翻少少優勢啦，因為你自由度，我比例嗰個東西開始出現咯，即係老實講你。自由辯論係你一言其實冇乜點 address 到呢個問題，係你自由辯論好明確地指出，係啦，咁你先可以出到。同埋我覺得你真係要思考下，就係如果正方真係同你講話，我用 DSE 都轉電子輸入，全部都好似一啲市場。
阵营时间，甚至高端啲时间，依份环球都系电子书啊嘛。咁样，咁你哋嘅选项或者你哋嘅选择会系点，或者你哋会点样应？系啦，咁样嘅。系啦，咁所以喺你哋开到咁窄，或者你哋开嘅例子上，其实本身就唔系好贴合到我嘅认知咧。咁係會有你哋本身就已經有劣勢，係啦。更重要嘅係你哋針對住對面講嗰啲學習效率啊，其實唔係好處理到。所以你哋 DSE 成個班，你哋去到最後咧就係得分，要寫快啲咯，要手速咯。咁但係問題係呢一個又係對住一句咁 DSE 都講埋電子輸入更加好，因為電子輸入打嘅字係快過你寫好多咯，即係你打中手，我就改到中西史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寫東西嘅時候咧，就好料啦，因為我要不斷地喺有限嘅時間寫得越多內容越好嘛。但係我即係我有個攝影師嘅師兄啦，佢係同我講話，其實佢唔係好趕嘅，因為佢又有家事啦，又去做打字啦，又去打寫稿。咁所以喺更快嘅底下，如果淨放開一啲咁嘅難題開出嚟，咁其實記憶就更加蝕頭。係啦，咁同埋反方你嘅資料上應該要。我明白你用個人經驗或者用選修科咧，或者科目啦，去作為一個切入點，或者作為一個例子去其實係好嘅，但係唔可以全部都係，真係因為你特別係你講鞏固記憶啊、鞏固知識啊呢一啲咧，就我覺得需要多少少練嘅，係啦，咁樣咯。咁同埋講下大家嘅提升啦，我想因為正片同埋反咗咧，你講得特別快，即係因為你要明白嘅。所以你哋講得快係冇用嘅咯，因為我哋接收唔到嘅話，其實對你